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一百二十六页，一百二十六页。 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啊，我们这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 啊，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啊，就是我们这一品啊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呐、啊，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 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野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甚者，言乎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事云何？”摩野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 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啊，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生到刀立天去享福 啊，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的俗名啊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啊，是后来啊修道成了佛啊，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啊，所以当时啊是悉达多太子。 啊，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啊，出生七天啊，母亲就过世。啊，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啊。啊，哪里知道啊？他的母亲呐、啊，因为生下了一尊佛啊，这个。 人间呐、啊，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人来享啊，所以就往生到倒立天空了，享天福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啊，我们世俗一般人呢、啊、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 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啊，大多数是有人去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啊，就是佛看看啊，当时。 在座的这些大众，啊，机缘成熟了，啊，可以呀、啊，跟他讲经了。那、啊、没有人请问啊，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三列道经》《佛说阿弥陀经》。 啊，都是无问之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啊，为母说法啊。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这个很明显呐、啊，报答母亲的深恩。 所以升到道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道立天，这个时候啊，是他将要入涅盘前三个月，才上升到道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啊，我们知道啊，佛有讲一部《一教经》啊，《佛一教经》。 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敬宗九祖偶一祖师，把佛一教经啊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结经。 啊，这个汉朝啊，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啊，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一教三经。那么，佛一教经啊，讲这个一教三经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这是佛的一教啊，一教就好像我们世俗啊。 啊，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一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遗教，那最后面呢、啊，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敬坐老居士。 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敬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啊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啊，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呐、啊。 佛门啊，虔诚的佛弟子啊，也跟随啊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他有一个著作啊，这个我们社团啊也都有帮他流通啊，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 著作当中啊，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到啊，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啊，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啊，因为佛呢是快搬涅盘的时候，上升到道力天为他母亲说法的。 啊，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啊，当然出家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主要当机啊，针对在家居士，圣者啊，这个是一个尊称了、啊，地藏是大圣。 他视线呢、啊、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啊，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从初地到十地等觉，啊，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呢，啊，叫贤，啊，啊，三贤十圣。 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啊，他是这个圣位啊，啊，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尊称为圣子。阎浮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 我们言狐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啊，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 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生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 啊，是在讲我也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啊，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业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 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地球啊。经上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 啊，我们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南莲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啊，例如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你你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读《弥陀经》。 佛讲的很清楚，无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那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啊，必定啊。 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他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比如说佛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啊，杀生呐、啊、有果报的。 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啊，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 啊，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啊，这个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那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 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呐、啊，是非常可贵的。 有的世界有声闻辟之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之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啊，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它曾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去也是菩萨了。 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李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啦，啊，你造什么业，他就有什么果报。 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野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体呀、啊。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野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言、福、体。 啊，应当啊想到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从这个经文呐、啊，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啊要扩大啊，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净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渡到成佛。 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沙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他还是视线啊，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 啊，那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呐、啊，你看问事情啊，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啊，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啊，那心量在扩大、啊，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 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只只想到自己个人啊，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啊，就讲到。 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啊，你现在发心啊，还不能够发心到净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 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啊、要拓开啊，所以地藏菩萨这里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净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呐、啊，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 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尼啊，婆罗门尼。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啊，为了救度他母亲，啊，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变化界。 啊，因为这样的大愿，才能把他母亲呢、啊、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啊愿大。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 学了这个经啊，要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拓开心量啊。做人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拓开啊。想到家庭啊，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啊，然后推广到净息空遍环境。 啊，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啊！所以，下面我们敬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 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敬老师这样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啊，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啊！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 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啊，啊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啊？他只有想到自己，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 啊，他没有想到啊，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啊，因此啊，这个障碍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啊，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收沙界。 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啊！啊，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 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也要做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啊，唤醒世人、啊，要脱开心量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啊，就是不分族群。 啊，不但人啊，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蒙、嗯、也夫人从薄菩萨，且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二去。 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言无提最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事件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呐、啊、造罪业的众生。 代表我们情法了，那那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因为摩耶夫人呐、啊，他实现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啊，人之常情嘛，啊，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啊啊，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 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嘛？啊，所以这个也是啊，代表我们现前呐、啊，在圆菩提的众生呐、啊、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啊。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啊，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呢，啊、哦，关怀这个地区。 啊，这个地区如果好了，啊，自然呐也能够影响到继虚空片化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上达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出说之；佛母博言，愿圣子说。 地藏菩萨回答：“啊，圣母，啊，那也是非常恭敬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呐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啊，这佛菩萨呢，啊，没有一丝一毫的我们，完全没有。” 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啊，成圣母啊，唯愿听说啊，那就我无所之，这个出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地狱名号繁多，地狱苦报细说说不尽。 经略说啊，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啊，因为太多了啊，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啊，要详细讲啊，讲不完了啊，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 等法是柔软语，好听的话啊！这个讲经说法了啊，讲这些微妙的道理啊，说空啦、啊，啊无相啦、啊，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起一切佛法，那这个叫柔软语了，这个话好听。 那说地狱最暴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啊！因为这堕地狱啊，那地狱、啊，呃、嗯，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啊，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啊，这个很粗粗粗糙的啊。 啊，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了，啊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果你能够听受啊，唯愿听受啊，能够一觉奉行，那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 啊！如果不听不接受，啊，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呢、啊？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呢、啊、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无限的圣光。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圣母言。 南阎菩提最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事，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个经文呐，啊，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 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念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念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它是讲孝道。 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事业，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发了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世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他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 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我就笑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啊。《正法念经》啊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 二父三如来四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啊，我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 在佛我们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 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 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到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啊，超过那个十二啊。 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啊、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啊，受长时间的苦难啊，想离开无间地狱。 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了啊,啊。那没有读《地藏经》，他、啊、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啊，以孝亲尊师为基础。 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啊，所以这个爱心呢、啊，它有一个原点啊，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 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啊，那、啊、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人他养宠物。 啊，带着小狗啊，生病了啊，到狗医院去啊，替狗洗澡啊，还去洗洗这个湿霸啊。那父母啊，生活都不顾啊。你说哦，他对那个动物啊，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啊。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 啊，要看他的原点啊。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叫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 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啊。他自己喜欢啊，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 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啊。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啊,啊，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 出世间法，啊，各行各业各种技艺，到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啊，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生学，如提婆达多倍师盼道，弑妻。 推落山石，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深深堕地。啊，这个出佛身血在经典啊有铭文的记载啊，这是。 指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啊，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啊，他想代替啊佛的地位，啊，所以在佛要去四位大臣托钵，啊，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 路线啊，经过的地方啊，啊，有一处悬崖啊，那么他就准备啊，一个很大的石头啊，等到佛啊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啊，目的啊，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啊。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 啊，走到那里啊，他就把石头推下来了。啊，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啊，金刚神用金刚杵啊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没有砸到佛。啊，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碰撞啊，有那个碎片，就砸到佛的脚啊，流血了。 因为佛陀时代啊，他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啊、嗯。这个打赤脚去托钵啊，也没有穿袜子啊，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呢、啊，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啊。这个叫出佛生血。 那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啊！所以提婆达多啊啊，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啊！生生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啊，地地地上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神仙。 啊，那么这里讲啊，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啊，出佛生学，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啊，等于了啊，等流罪，等同啊这一流的罪啊，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啊，认为这个是迷信啊，那就把它砸毁了。 啊，那么这个恶意的啊，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了。啊，那不是恶意的啊，罪比较轻啊，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啊，那么对经典法宝啊不尊敬不重视。 啊，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呢、啊，拿去烧了，拿去丢了，啊，丢垃圾桶了，啊，那对这个经典呢、啊，给予不尊敬。啊，经典呢、啊、是佛的法身舍利啊。 啊，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我们尊敬得无量福啊！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啊，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啊！那而且啊，你去毁坏经典。 经在世间呐，啊，它是给众生呐、啊、得度的一个因缘，啊，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呐，他就有机会得度，啊，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啊，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 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轻损常住，玷污生尼，或伽兰内，自行云意，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第三重罪。 是轻损常住，轻是轻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此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 变更买卖最集中啊，因为那属于哦十方常住的寺院呐，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啊去给它变更啊，这个罪啊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 啊，这个十方藏住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既为己有，犯道戒，把它占为己有。啊，三现钱现钱物啊，现钱生人的现钱物私人物品。啊，这个私人物品呢、啊，那你去这个侵占。 去给他偷，给他抢啊！这个是现钱，现钱物四十方现钱物，这、就是王生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呢、啊，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王生遗物啊。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 啊，那一般寺院道场要做一个结盟啊，开会啊，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啊，他在呃云栖这个道场啊，啊，那么在这些沙弥利益里面呢、啊，就是这个王僧啊，他的衣物啊怎么处理啊？他有定出一个办法。 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劫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劫罪就不得了了。那寺院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 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道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多堕阿鼻地狱。啊，那么这个道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过去有一些居士啊，到道场来啊，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啊。 啊，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啊！”那吓得不得了啊那。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啊，他还是不不接受啊。啊，我们说这个道啊，就是人家不允许啊，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道。那现在要请你吃啊，这个你不是偷盗啊，那他还是不敢啊。 啊，所以这个要说明啊，所以这个没有说明啊，那很多人拿到试验器啊，那哇，这个到试验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啊，啊这个这个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所以试验道场啊，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啊，这些这些用的纸啦，啊，这个大家公用的啊，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 那个不是偷盗啊，那个那偷盗啊，就是说，啊，这个你要放在仓库，然后你去去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啊，认为当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啊，自己拿来私人去用啊，这个就不可以啊啊，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 啊，或者已经有定的，就是你们平常就是，这、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啊，这个就不算偷盗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啊，太过度的啊，那、啊、造成一个一个恐慌啊，啊，所以这个道它就是不宜许啊，那么现在的试验呢、啊，实在讲啊。 啊，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啊，这个偷盗啊，啊，你去偷一个人的，啊，但那都有罪嘛，啊，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啊，现在的道场啊，啊，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也也不太容易，啊，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啊，的确是十方道场。 啊，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啊，那不是十方的啊。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啊，啊，所以过去十方道场，他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啊道场这个规定啊，你要借碟。 那你要去这个道场啊，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十方道场啊，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啊啊。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 偷到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了啊。但是因为它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下面讲为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清损。 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啊，如果浪费啊，去侵损这个场主，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啊，还是在自己，啊，这个一念之间，玷污生泥。 啊，这个僧是出家男众，尼是出家女众，此事啊犯淫戒，破坏僧尼清净戒行。啊，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云欲，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淫欲的行为，即属此罪。啊，就是。 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啊，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欲行为啊，那就犯了这一条罪了啊。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 啊、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了、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害杀生害命，造如此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事业里面呢、啊，不能够杀生啊。这个杀生呢、啊？ 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呐、啊、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啦，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地方。 是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的这个清净试验，在这个试验呢，啊，造这个重罪都会多低一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试验呢、啊。 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呐啊,啊，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呐、啊。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 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趋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 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啊，沙门是范礼，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啊，身装作沙门，内心呐、啊、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 啊，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啊。那这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